所以第一章就在于那个供应，是那个供应叫我们从环境里蒙拯救。那个蒙拯救还不重在外面保罗监狱里得着释放，不重在这一个，是重在到一个情形，你这个人活着就是基督，无论生也罢死也罢，基督在我们的身体上能够显大出来了。对，所以在这里啊，就是主要是在于得着那个供应。对，而这个供应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路，无论是聚会的供应，是个人诚心导读唱诗富含主名和弟兄姊妹交通，甚至我们来服侍主，每一个服侍都是供应的，好像是我们为主摆上什么，但是你那个真正在生命上的服侍，你一服侍，你灵里面饱满，里面有力量，对不对？那第二个，神在我们里面身上做工，就是二章所说的御神。那一位神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运行的情形叫我们立志，叫我们行事。这一个人他有转变，他就叫我们在这里不光从环境里面有这个拯救，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并且你在第二章特别是说到人际关系，在教会生活里面，无论是师徒好争贪图虚荣，是有怨言还是有起争论，这一切啊都借着基督，神在基督里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而我们就做成自己的救恩了，把这个救恩要享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主特别的给我们看见，就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这个时代整个都是弯曲背扭的，从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有嫉妒增进，第二章看见连得救的人里面也有许多贪图虚荣师徒好争的事，也有他里面不够纯诚不够纯洁，有许多可责备的事，但是就是这样，这个救恩的结果，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我们成了发光体了，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里，神的救恩做了一个地步，这一个人活出神了。我想这两个都重在这个救恩，得救也罢，第一章的得救也罢，第二章的救恩也罢，都是重在从消极的东西里面出来。那么第三章呢又进一步了，保罗就给我们看见第三章基督来给我们经历啊，主要还不是你好你坏的问题，基本的基督要把他来坐在你的里面，让你这一个人和基督完全连成一体了，你就是基督了。那这个座啊，保罗在前面也有把万事看作这个亏损，而特别那些对他有一处应得的，那些都是好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律法的东西，所有我们那个好的，但是我们那个好的还是我们没有基督，所以神来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这些好的也要经过死跟复活，基督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这需要死跟复活的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基督进不到我们里面，我们无法跟基督搞在一起。所以第三章把死跟复活带进了，基本的点就是让我们
这个人，这个人性呢、啊，有个基本的变化，性质上完全有了变化了。所以到了第三章末了的时候，保罗实在是可以说，这个审理工作、审理经纶，什么经纶，就是这个人类改造的工程啊，真正是人类改造的工程，在保罗身上改成功了。这个改成功是因为这个保罗愿意给基督摆在被神摆在基督的石这个模子里头，结果就达到了杰出的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他就完全是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到了第四章，他就生活上的一种的表现，就是这个礼拜我们 fremont 在那读第十周嘛，就是天然宜人，一无挂虑，有一种的观点呢、啊，就是活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改造完成，就是等着进到荣耀里。那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做同样的事。我们在各方面不如保罗，但是保罗。他也要经过，那我们也要经过，每一个人都有几十年的时间给我们机会来这样的来改造。改造到一个地步，你就是基督。那么很可惜啊，我们这一班人，我们的确是不大成器了。所以那在教会里混了这么多年，我们改造的很有限，但是无论怎么样，神今天带我们，他越过越开我们的眼睛，必须在这一条线上一直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的改造，别的啊，神老实说都不太看得重，你的环境这样，你的环境那样。他是在他主宰的安排里给你安排的，那个都是为着生命的改造，为着这一个人把我们做成基督。愿主啊，在我们身上真是里头真是开了，越过里面好像里面实在是通的，这个整个主的作为，这是个人的，是教会，是环境的，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感谢神，我们都是神的工作。那谁在今生给他做了一个地步，能像保罗一样做了一个地步做成功了，也就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做不成功，那等着一千年的时候再慢慢再做了。所以求主施恩了，我们必须在这里更多从主得到供应，我们必须得到主更多有运行，我们必须更多摆在基督的石里面，不是你能死，乃是摆在基督的石里，让他的石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借助这样石而复活，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成为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气质就变了。那一些东西在什么看，就是金子，就是金晶，就是宝石，能够带到永远。神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他一直在这里做这一个。如果我们参加礼拜二聚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里。这条路上一直天天走这样的路，那是多好啊。特别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年日实在是不多了，我都快80岁了，再活活不了，再活80年。
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是巴不得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天更多的供应，更多让主来运行，更多见到死而复活，让基督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在这些事上有经历，那就是对于基督的经历，那就都是宝贵的。求主施恩呐，带我们一直走这一条的路。阿门。改造的工程要完全完成。好像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得着就是我得着基督来说，这个完成是重在我这个人变化，成为基督来说。那这些都是一次一次是进展的，是吧？但是实在主在我们身上，他也不是说像好像这个一样的，我们人世间的一个东西就是1%、2%、3%、4%，要慢慢加90%、91%，好像91%了，就比这个70%就高。一面是这样，一面主给我们带领，它在程度上啊是由这个前后大小的高低的这个讲究，但是呢，那个观景上，你每一个在每一个程度上，都是可以达到该有的观景。这就像一个孩子，一岁、三岁、五岁、十岁，这个不同，这是什么不同啊？这是程度的不同，对吧？他生命长大程度的不同。那观景呢？那三岁的，他是白白胖胖，蹦蹦乱跳，非常活泼，非常喜乐，他非常健康。那个观景。就是很好。那么如果他几天不爱吃饭，或者是感冒伤风了，他也没有劲儿，他这个情形也弱了。我们在神面前负的责任就是要负这个观景，观景要正常健康正确。这个程度呢，他生命里头有一个律，他负责到一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长大了。你要去自己努力，我怎么来增加这个生命的功效，你就不知道怎么处事。但是你可以负责让我的观景很健康，很强壮，很正常，这个没问题。关于这件事呢，主的话里给我们看见，跟这个生命的光是非常有关系的。你我若是活在生命里，生命观景很好，你就觉得这一个人就像现在白天外面这个日光非常的晴朗，能够照耀，非常的辉煌，整个人是非常的光明的。你自己知道。也有的时候，有的事都对主的供应不够了，或者让神不能运行了，或者不肯把自己摆在死的模子里头，你里面啊，你屋里慢慢就变得阴天了。也可以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乌云密布，你自己知道你里面对生命的东西弱了。出问题了，差了。那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基督里面所该有享受的权利、自由、喜乐、能力、新鲜，你里面就觉得不够。所以活在地上，好像跟世界的人一样，在地上爬，很辛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就在今天，就在现在，就享受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呢非常的健康，刚强。这一个是我们所
所需要。如果我们觉得不够了，我们该在神面前有一些追求，更多的来亲近主，更多的来呼求主的名，在神面前来祷告。他这里面有一些对付，有一些摸着，慢慢他就恢复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负责的。所以就在这里，以前我也交通过，这都是前面弟兄带我们的。他一面说是生命，一面他是灵，这个灵是生命的灵，生命的灵，这个灵是属于生命的。那对于生命我们无法掌握了，你这个里面的生命你在哪里你不晓得，你怎么掌握它你不知道，但是灵你能够掌握。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灵，像我们知道我们心思的情形、情感的情形、意志的情形，我们能够掌握得到，也像我们的身体更能够掌握得到。我要站起来，我要坐下去，我要把手举起来，我能够使用我的身体，我也能够使用我的这个魂，我要来想一样的事，我不想它，是不是啊？我能够掌握啊，我身上这个三个部分，这个灵也能够掌握，我能够让我的灵更多的来趋向这个神的事，就借着这样趋向，你就让生命就得到供应，得到喂养。生命你不能很难掌握，好像肉身的生命，我们都是凭着这个生命活在这里嘛，但是你摸不住它在哪里，你怎么掌握它？掌握不到，但是你这个灵啊，你一定能够掌握。借助这一个，就叫你的生命的关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新鲜。弟兄姊妹，我们都该负这个责任，负责让我们的生命是在那个情形里面。那这个一个是在于生命它所属的那个。就是生命所连于的这个灵能够掌握，一个就是它生命是一个光，这个光是来照你的。阿们。我们物质的光，这个世界的光，无论是太阳、月亮、星星、电灯、蜡烛，这些光都是为着照明物质的世界，让我们知道这里一个台子，这里有一些人，这里是一个房子，这个很干净，那个很脏，我们有这个显明了。这个生命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它专门有一个功用来显明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生命里面出什么事情了，生命的光会给我们知道。所以感谢神，神并没有把我们放在黑暗里，叫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样。阿们。是这样，这一个光时常带我们来走路，叫我们知道生命里头出了事情呢，或者生命里头很健康，很精神很好，你都能知道。阿们。我们愿意啊，借着这一些，我们调整我们的自己。阿们。有我们的责任。阿们。虽然一切都是神做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有他的责任。所以我们读礼拜四读那个得胜的生命，这一周我们要读的里面就说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怎样才能够不再是我呢？他说，你对于自己绝望了没有？你对自己那个骨架跟神对你这一个人的骨架是不是一样？神看来看去，把你这个人翻过来翻过去，只有一个骨架要死，没有一点理由，没有一点的剩余价值可以活在地上。
能把你摆在十字架上让你死。连主耶稣自己那个人性那个天然的人啊，他也得要死，就在神的骨架里，他就是这个骨架。你我如果有一天真有这个骨架而没有盼望，我愿意，好吧，你这样骨架我就卖给你了，不值钱，摆在坟墓里，我就摆在死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不再是我，不然的话还是我，我行我能，我肯我干，所以有自己的责任在里面。我们这个礼拜读的那个第四章嘛，很宝贵。我就有加这些话，找到哪里就跟那里就是一。所以这个地方的区分都是真的。别的区分有语言啊、文化啦、人种族了，它都变得区分。有一个身体的区分，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有个出现，这个出现就有形式的讲究，所以这个地方的立场，他就找出这个地方，一个城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出现，并不是没。